好点。来，看我这边 A 出来。我呢？不是，这俩太害怕了。我喜欢专哥这个。一股小猫该有的味道，好小啊，才俩月吧，俩月可能都没有。到冬天，暖哥还行，没咋走，那就是害怕，人太多了。是那次，长长了，你看我就说嘛，长大了二两。之前很小，之前超小，现在才两个月嘛。呀。怀里来，你就想转转。怀里来，呱呱。好。来个马杀鸡。马杀鸡一下好不好？给你马杀鸡一下。要睡。正常，如果是往这儿方向，不是，就类似于他跟着你走，我走两步，然后你再回来，你别跟着我去，先好玩一点。那你不能别跟着我了，大路朝天，我们各走一边，行不行？终于开口说话了，哼，我说呢，看你能忍多久。你这样和破皮无赖有什么区别？哎，玉林仙子那是错怪我，我可没有跟着你，我是在等你。Round one。脑海来一个重新再举，重新再举，前世再举，前世再举，谁错了？前世再举，错了，我顶咱就行了。不对，顶咱就行了。你问我还顶个？你还问我还顶个？你做的我还顶个？中国做大城市的，你话你知嘅。Round two。我的婆婆七日四分五为五喜子夫。以前你们小学都没有背过这个吗？来一背。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你是套完这首歌还真的有这首歌？嗯，真的有这首歌。你们真的是也是这么唱的？对啊，我们老师教我们的。Round three。
一二三，我什么事儿干不了，你说？可以可以，来上针线。
挺适合养老啊，这个挺有经验的，我说好了。晚安，老宝宝。晚安，无锡滴血。晚安。我可以来给他来一段热舞。搞错了，再来。绕过他的头，然后呢？绕个头。谁上场谁罚钱，我告诉你。谁上场啊？谢谢。再上一个电视机，再一个接队的电话，打死我了！咱也没跳过是吧？这个太短了，肯定不是我。来来来，根本甩不到二楼。OK， 来算算最后一人。我准备好了，我准备好了，我准备好了。会。小云那饭的呢？这少少什么？我还往这拍，等着你过来呢。我还往这拍，等着你过来呢。你跑远了又。我这边好像少了什么观众。没躺。顺攀过来，直跑回去了，给摁上了。好，来一个带人。没事，要不给你点工具。好，没有啊。我看一下。来，回放。哎，不错吧？回放了。哎呀，我这手兰花。韩丹青，韩丹青，我的姐姐，这个叫叶希雾的人，他已经死了，我该让他安息。胡说，他是这世上对我最好的人，只有他，只有他对我最好。我先问了。感动了。对。然后是啥原神？对，想问问。据以元神，以我的全部交换，即便生生世世你我都不想。好，赶紧走。好，来，现在啥？不想折磨他，我只想对他好，就像他保护我、守护我那样。谭太监，帮我请问，也
算是替他去放了他，让他体面的走吧。你给了他不想要，他想要的你从来也不肯成全。他只想离开你，为此他甚至愿意去死，你难道不明白吗？提到衡阳宗玉林仙子黎素苏，可谓是无人不知，名满仙门。黎素苏本是衡阳宗掌门徐玄子之女，日前仙门八卦又爆出她生父另有其人，正是上古妖王帝冕。你呢？给你父亲跪下。不，孩子，原来是你。他跟你父亲跪下，你报答他深深之恩。不，我身为他父亲，但是未尽一日抚养之责，今日能活，一定是照顾的。这怎么回事？对吧？不是，说来话长啊。啊，事情就是这样。你若是不愿意让我对父亲深知痛苦，我真的不恨你。没有关系，无论你认不认我这个父亲，徐掌门永远都是你的父亲。他是你父亲，杨玉之恩无论是谁都没有办法割断的。但是，如果你愿意原谅我，也换我当父亲，我们俩一起走。父亲，之后你们父女有的是时间叙旧。那个，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住处，好吧？这两位爹虽然都是修真界响当当的大人物，但是在对待女儿的态度和方法上却大不相同。我力量微弱，就只能一日日好敲打磨练，终于也算是有了个形状。哼，四叔，家庭的事儿就我办。对于和两个爹爹的相处模式，苏苏有话要说。红哥很腼腆，你这就是自来熟的人格，就是。哎呀，羡慕你，有一个这么好的性格，有什么样的女儿就有什么样的弟弟，父亲例外，父亲例外。两个人都不知道在争什么。这女儿、啊。居途四壁。又佛又懒，全员废柴，整个宗门的钱都给小师弟买衣服了。针对近期对于我逍遥宗诸多不实传闻，特以此视频发声回应，以正视听。鼓掌！鼓掌！咱们逍遥宗可是横店镇数一数二的仙门，动不动就开个法阵，扛起安定三界的重担，宗门势力不容小觑。再看咱们山门，挺拔险峻，大气磅礴。山下几个正搞旅游外宣的部门经常爬上来找掌门借山门拍广告，师兄弟们也会帮着当当模特，有把子力气的更是能一起拉拉威亚，工钱日结，为宗门创收做了不少贡献。这是咱们掌门赵幽真人和他的驴。掌门虽然道法高深，但是性子跳脱，他的丰功伟绩包括不限于把上古魔气洗髓印当球颠，背着我们和他那帮师兄弟赌钱，积极主动给自己拓展一些副业，收封板拿出来就一年365天，他去衡阳宗串门300天。这个仙火还爬下来，我仙子上来就好了。凭借一己之力拽断降魔峰的铜锁链，亲手把自己的驴伺候成修真坐骑颜值排行榜魁首。不过师尊最赚的还是捡到了小师弟，这才让我们逍遥宗也有了当家门面。这位是大师兄藏风，他为人忠正无私，不过是个武痴。叫什么名字、啊、有何特别之处？行了，这个是二师兄藏海，小师弟刚来的时候都是他在照顾，体贴入微，就是耳背。你什么时候醒的？也不吱一声。这个是三师兄藏林，吃喝玩乐跟着他准没错。风靡四周。
跟你讲，可给我们逍遥宗长脸。最后要着重介绍的是咱们逍遥宗吉祥物小师弟。虽然对于外界盛传我们逍遥宗把所有钱都拿去给小师弟买衣服这件事，掌门一直极力否认，但是浅看一下小师弟的穿搭，倒也是所言非虚。小师弟毫无疑问是宗门学霸，全村的希望，练功修行那是特别努力。随着在宗门时间越来越长，小师弟也活泼开朗了许多。开心了吧？立马哎，开到一二三。哎，小师弟你回来了，来来来，快快快，一起。咱们师兄弟之间秉承的是有肉一起烤，有酒一起喝。有锅小师弟来杯。反正掌门不会罚他，你们都懂的。守护四周三界，需要你我携手。因材施教，不问出处。不照山上，云城万里，还有小师弟能罩着你。招生详情请关注优酷长月记名官微，我们在逍遥宗等你。二一，开始。叶千羽。因为我的腹肌在颤抖，我也靠不住，然后我慢慢的倒，实在是坚持不住。晚上听他一下，哎，今晚上，哎，今晚上，这亭子从这看，亭子先过去。对，这亭子先内功，不喜欢给他了。晚上我就看这个亭子给他，哎，就，咱就碰着倒下，然后就倒了，好，就这样走。三二一，开始。来吧。